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破坏掉，这样才能够让你的人躲出残片。你躲不开了。 有点意思，下次有机会再和你们玩玩。啊，什么情况？人呢？是不是隐身了？或者遁地了？奇了怪了，难道有什么特别的机关？或许他根本就不是人，卡缪贝西摩斯。 出生于19世纪末，要能活到现在，无论如何也已超过百岁。你谁啊？他是帝国余晖派来的增援，过来帮助我们的。你们认识？除非有特别的驻颜之术，否则不可能永葆青春。唯一的解释，你们所看到的，压根儿也不是他的肉身。 你是说，魂魄？准确说，是尸魂。虽然本体是虚无，但可以随心所欲发起物理攻击。我听说过，对付尸魂必须要找到他的尸体，以招魂之术用他自己的尸体困住魂魄，才能真正将他制住。尸体？我们上哪儿挖坟去？ 这里，喂，你看这人阴森森的，可信吗？应该不会害我们吧？什么叫应该啊？你们不熟悉吗？贝西摩斯虽然从你们的陷阱中逃走了，但是也消耗不少。等他恢复过来，再抓他难度就更大了。信不信我，你们自己决定吧。 这么机密的地方，你怎么找到的？而且这么轻松就进来了。对于帝国余晖，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难度。切，看那边。 看上去像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那这里装的就是他吧？等等，啊，你来，还是不放心吗？哦，这个尸体，感觉就像刚睡着的。 别碰！我来。他的脸去哪儿了？这手段也太残忍了吧！你们退后。阿银哥，神都哥在干什么？招魂。正是招魂之术。 能让魂魄迅速回归本体的术法。嘿，我看你中文说的挺好的，对这些东方法术感觉也很在行。哎，你哪里人啊？帝国余晖，每个成员都会多国语言，世界术法的研究更是家常便饭。切，吹吧你就，来个玛雅语。来呀，不会了吧？切，那个是？不对，他不是。什么？ 他不是贝西摩斯，我就问一下。住手！别松手！别松手！别松手！对不起，我
就差一点就忍住了。今儿早要被你活活害死，幸亏没出什么事儿。别动！这上面有字啊。写了什么？我看看。算了，你发现的，还是你读吧。封面上写着多尔奇。多尔奇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好像是这本日志的主人。读下去。多尔奇，1895年出生在贝西摩斯家，是贝西摩斯家一个叫做帕斯卡的园丁的儿子，自幼和伯爵之子卡米尔·贝西摩斯交好。卡米尔，就是追咱们的那个失魂。嗯。两个人虽然身份不同，却从小志同道合，亲如兄弟。1905年10月的第一个周末，晚上来了个陌生的女孩，她是伯爵老爷的养女。我和卡米尔打赌，谁先问到女孩的名字，我赢了。她叫阿加尼，天使一样的名字。阿加尼喜欢铃兰花，我摘了一朵给她，她的笑就像塞纳河畔的阳光。没想到卡米尔却让我远离阿加尼，我和他大吵一架。他说迟早有办法把我们分开，我不信。道尔奇和阿加尼的感情越来越好，但卡米尔对道尔奇就越来越疏远。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了。等等，7年后，也就是1914年7月8日，德军入侵。一周后，伯爵将道尔奇送上战场。1914年7月16日，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。大车越开越远，我看见阿加尼拼命向我招手，卡米尔在一旁扶着他。阿加尼，无论如何，请等我回来。1915年1月23日，大雪。寄出去的第100封信，没有回音。部队经过最冷的雪原，走不出去，就只有死在这里。1915年1月27日，雪。5天没有吃东西，受伤的左手早已没了知觉。那就砍掉吧。我吃着自己的手臂，想着塞纳河畔的阳光和那朵铃兰花。1年后，玛格丽特镇突围成功，然而我却无心庆祝，因为卡米尔和阿加尼已经在几个月前结婚了。此时的我心中只有仇恨。1917年冬天，和吉普赛巫师聊起一个秘密，我的父亲帕斯卡曾在庄园地下发现晶体化的树根末梢。巫师告诉我，庄园地底一定拥有神秘的力量。1918年11月11日，阴转晴，战争结束，我回来了。顺着父亲留下的线索，我在地底找到了翻泥之眼。如果时光可以再来一次，我宁愿没有找到那口真相泉。他告诉我，我的生父不是园丁帕斯卡，他叫做卢米尔·贝西莫斯，卡米尔的父亲，庄园的主人。卡米尔竟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。卡米尔，你不该回来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换作是我，我也会回来复仇的。没错，4年来的每时每刻，我都想亲手杀了你。别做梦了，
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，和你没有关系。看招！那一刻，我看着他，我想起了我们的童年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忽然不那么想杀他了。卡米尔，停手吧！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不，卡米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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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也就是说。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卡米尔。那个失魂其实是刀二姐。说下去，日志里还提到了什么？平静的生活维持了一段时间，刀二姐换上了卡米尔的脸，以卡米尔的名字继续维持庄园，直到1920年2月。1920年2月27日阴，阿加尼终究还是发现了藏着的尸体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竟然把那没有左臂的无脸男尸错认作是我。激烈的争执中，他打翻了书房的煤油灯，无情的大火，我没能救出他。1920年2月28日阴，他就躺在我面前，只是再也不能对我讲话了。这一刻，我决定用我余生去寻找这世界上最强大的能量，直到阿加尼再次醒来。没有了。日志里的内容只说到这里。啊，他收藏室里的那些能量和宝藏，原来……东西了，不是我，快走！日志，快点，我来了，阿银。你找不到的，交出暗言，咱们来做个交易如何？我来告诉你你父母和弟弟的下落，然后你就离开这里，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交出暗言。那个人对你就那么重要吗？难道比你家人的消息还重要？交出暗言。愚蠢！无论如何，我的计划不会被任何东西阻碍。又是他们！我已经按照你的计划准备妥当，待你和他重聚之后，只希望你能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。
三月多雨的季节，雾气弥漫的湖边，乘着风谁的心在飞，飞到了比天还远。候鸟迁徙的水面，映照出迷宫般的冬天。山的对面，无数灯亮着的天，一起游戏人间。游走在世界的边缘，独自跨过地平线，听着不知名的音乐，漂流在时间长河里面，从秦岭旁月月交界到金字塔的顶点，月光拉长墙的侧脸，依稀间回忆不停重现那天。回忆慢慢重现，一如那翻飞的蝴蝶，中山峻岭的冒险，惊蛰胭脂苍天，融化了无尽黑夜，更有那说不完的明天。惊蛰胭脂苍天，融化了无尽黑夜，更有那说不完的明天。